白委员会就是睡过两天，所以我们在茶水间，好、哦，我在茶水间喝水。门不是锁着吗？门没有锁着啊。那为什么陈永康要开锁？蔡文杰、蔡文德啦。你在说什么？你就问陈永康啊。莫名其妙，怎么会是问问众嘉宾呢？你要问陈永康。我既然在茶水间喝水，我怎么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？这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国民党不够认真、不够上进、不够努力守护他们想要通过的议案，而民进党非常努力。我们到的时候，国民党都还没有来。我们到这里就是大家看到我们这样坐一排，很认真的在这里想要帮人民守住大家的罢免权。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质疑，请去问国民党，你们为什么如此的偷懒，如此的懒散，想要守护自己的议案，还那么晚来呢？群组里面都是中国的媒体，中国的媒体。确认那个监视器，四点四十五找一个助理来拍摄。没有，完全都没有来。有，大家已经有看过那个监视器画面。就是大家的猜测啊。那您为什么之后会在那个跟众嘉宾委员在那个茶水间里面？因为要阻挡国民党进来啊。那是几点的时候进去的？这个你们可以去找画面。有啊，他找到画面四点四十五分，这么早的时间点。因为我们很努力啊。我们很上进啊。我们为了要挡下今天国民党没收人民的罢免权，所以非常努力，非常上进，非常认真，非常早就来到会议室嘛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努力。但是可以找人来这样子开锁吗？我没有啊，我找谁来开锁？谁啊？不要造谣，不要造谣啊！你们不要拿不实的指控。造谣的方式，用媒体来造谣。就造谣了。所以等一下，画面哪一家？可以用再问问题来造谣。我的名字哈。这是立法院的，立法院的。我靠，在委员会里面造谣是谁啊？早上不是在几点？几点？讲清楚几点？那就问问题来造谣。拿出证据来啊！不要上台下记者。你小心点的说话，你说几点？几点？几点？对呀。几点？几点几分？你不是在七点前就在茶水间里面？我好，那就讲我七点在茶水间。好，七点在茶水间。我说七点前。大哥。七点前。那这个打开不是七点前的茶水间？是七点前吗？你确定吗？不是在里面吗？确定七点前在茶水间吗？那是几点？你跟黄杰不在里面，你确定在不在里面？两件都有睡过两天，两件很多人都没在里面。对啊，有千里眼，问几点是怎样？你是几点？千里眼吗？昨天就讨论说要在茶水间。委员会议室，睡过两天。我们的委员会要出席委员会，我们自然由我们的造谣。你拿时间在工厂里面造谣，好，要小心你的帽子啊！问早一点来，才是好的嘛。我在白天进入会议室，到达茶水间，就这样。哎呀，拜托！前一个晚上这边入住一大堆，是因为担忧他们会直接改在这个交通委员会，所以才在茶水间。我们的议事运作，我们在白天进入会议室。互相合作造谣哦。我们可以在茶水间饮水，有立场不用跟着。茶水间就是让我们喝水的地方，不是吗？哎，立法院委员会就睡过两天，所以我们在茶水间，好，我在茶水间喝水。门不是锁着吗？门没有锁着啊。那为什么陈永康要开锁？蔡文杰、蔡文德啊！你在说什么？你就用陈永康啊！莫名其妙，怎么会是问问众嘉宾呢？你要问陈永康。我既然在茶水间喝水，我怎么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？这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国民党不够认真、不够上进、不够努力守护他们想要通过的议案，而民进党非常努力。我们到的时候，国民党都还没有来。我们到这里就是大家看到我们这样坐一排，很认真的在这里想要帮人民守住大家的罢免权。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质疑，请去问国民党，你们为什么如此的偷懒，如此的懒散，想要守护自己的议案，还那么晚来呢？以上非暴力，早起守护罢免权，人民的罢免权。你看我们这一群民进党的委员们就是那么认真，大家一早起就在这里守护大家的罢免权，这就是我们想要传达给人民知道的。我们绝对不允许国民党把人民的罢免权没收。国民党太晚来，然后只会每天在这边幻想。只会那边起幻觉，编故事，然后幻想完就打人啊，就这样子啊。有些我们的委员五点就来了，
还有的更早，我们就是那么认真，每个人都早起，就是为了要把这个意志传达出去。可是看看国民党，还一群人迟到，陈玉珍晚到，还想要抢镜头。黄鸿薇在自己晚到，要怪谁？你们就是5:45，黄杰找锁匠开门，这是黄鸿薇在外面讲的。他就是不实的造谣，请问锁匠在哪里？锁匠在哪里？我们锁匠总讲的话怎么了吗？我们黄鸿薇讲的话怎么了吗？总别每一个直接配合记者，这是国民党的记者，每一家都在造谣，记者造谣吗？记者哪边造谣了？国民党造谣没错。王宏威委员在外面所说的提问的，你问王宏威政治，你就问王宏威，对啊，那我们问王宏威，那为什么你们今天要把炮口都对准记者呢？记者就没有提问的权利？然后每个人都说记者在造谣，包含那边的立委都说记者在造谣，你可以问吗？这就是民进党的认知作战嘛？请你说，民进党不喜欢记者的问题，就说大家都在造谣，这就是民进党。注意你的用词，应该一点，不要那么激动。说是政治，为什么？我跟他说王宏威啊，王宏威在外面讲啦，中委委员讲出来啦，委员在外面讲出来啦，群组里面都是中国的媒体，中国的媒体。请问委员，你为什么要撤案？委员，你为什么要撤案？你的家住联署家发这日期为什么要撤案呢？为什么要撤案呢？查证都不会哦，讲过很多次，讲过那么多次 ，Google 能力那么差哦。中天新闻的标题都在造谣，大家都看到了。为什么中天不叫王宏威拿出证据？中天都是没有请他，他们已经讲了，王宏威拿出证据在哪里？你第一次问的时候没有讲，等一下要第一次问是直接问，为什么找锁匠开门啊？怎么可以这样问问题？今天的日出时间是5:10，我是在白天进入到这个会议室。就这样。那不好意思，请问黄秀委员大概什么时候到这里？他个人为什么需要回答他个人行踪呢？国民党长，国民党长，因为我们比国民党认真。不是7:00才开门吗？为什么国民党6:00来？他们没有闯进来啊。那你为什么？我们就是比国民党早，因为我们非常的认真。我们在白天进入立法院的会议室，他有清楚了吗？我们在茶水间喝水，很清楚。第四杯格还在讲朝九晚五的吗？革命不要踩草皮啊！刚刚所有说到晚上的事情的人都要对他言论负责。今天台北市的日出时间是上午5:10，我是在白天抵达立法院，进入会议室，到茶水间喝水。任何溢出这个事实的说的宣称，都必须要举证，都必须要对他的言论负责。都是在造谣。对，王宏威是造谣威，大家都知道啊。所以。王宏威委员讲的这个不是事实吗？哦，他们有证据再说好不好？王宏威太多次没有证据就开枪，好，所以王宏威的说法不值得回应啊。他刚刚还暴力打了林楚瑜委员，大家都看到了。所以刚刚只要被录到声音，宣称钟嘉宾在晚上做什么事的人都要负责。钟嘉宾在今天日出时间之后，白天到达立法院，进入会议室，到茶水间喝水。这个事实有溢出这个事实的宣称都不需要负举证责任，尤其是恶意的指控都要追究他的言论。请王宏威拿出证据啦！加油！好，去查一下今天日出时间是几点几分？让打人的转移焦点了啊！我支持提告了，不排除提告。对，好，大家差不多，我们只要有不实指控的，我们都不排除提告。很清楚了哈，刚刚说到什么晚上的事情的人都要负责啊。最正确的事实就是王宏威打人、揍人、踢人、甩林楚英巴掌，其他都是不实的指控。如果他们要提出任何指控，请他们拿出证据，否则不实的指控、任何含沙射影的行为、任何造谣，我们都不排除提告。不止啦，刚刚说一些垃圾话的人很多。王宏威的暴力是有大家有画面的，这个就是大家看到铁铮铮的事实。其他他们没有看到画面的，请不要随便指控。
人啊，那个黄姐比较中计的，他把自己变当事人的媒体，我们都尊重媒体是报道事实，但媒体把自己拿来引炮火，有一个特定的媒体把自己引炮火，把自己造新闻。你到底是来报道的，还是来造？回去好，大家刚刚的问题，只要是有搭的，这样就好，好不好？哎，现在你在指挥了哈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问，不要这样。如果那个是你的先生跟子嗣，你要不要？没有查证的话，拿来证据同样的问题问了 N 次。这样不好，没有这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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